请掀开经本，十分天王寄送的第三首：生老病死忧悲苦，逼迫世间无暂歇，大慈哀悯是希处，无尽慧光能觉了。这是第三位天王，无尽慧功德床天王。他所修学的是灭除一切患大悲轮解脱门。在灾患之中啊，无过于生死，生死是一切众生的大患。前面两句这提醒我们了，第一句就是说的八苦啊，生老病忧悲苦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身。学佛的同修也常常听到，也能够道德，但是警觉的心依旧不够。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的警觉心不够？脱离生死的心不切，依旧还要造生死轮回的业因，这就是警觉心不够。八苦交煎，逼迫世间无暂歇。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种逼迫一时一刻都不放松啊，我们念念都在造生死业，所以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没有出头的日子。在六道里面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几个人真正觉悟了，佛菩萨真正觉悟了，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不觉悟的是生死凡夫，他还要继续不断去搞生死轮回。觉悟的人的心行决定跟佛法相应，
啊，与佛的教诲相应了。啊，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行决定于他的烦恼习气相应。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区分觉与迷，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舍弃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随顺诸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开始觉悟了。觉悟的人一定欢喜读诵大乘。为什么呢？读诵大乘是亲近佛菩萨，时时刻刻跟佛菩萨在一起。时时刻刻不离佛菩萨，这是读诵大乘。与佛菩萨作伴，与佛菩萨同在，这是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呢，恰恰相反，与魔王相处啊，时时刻刻念念之中都跟魔王魔鬼为伍啊，给他们在一起。何以见得？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十恶冤家了，十善后有啊，远离十善，习惯十恶，就是跟魔王魔鬼在一起了。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应该反省检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哪些交情厚，跟哪些人密切的往来，这些人是善是恶，古人说观其交友就知道这个人贤不孝，他所交友的人是贤人，是觉悟的人，是菩萨，他是菩萨一类的根性，是菩萨一类的人物，他要跟这些造恶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跟他们为伍，这个人决定是凡夫，不是菩萨。身还是造杀盗淫，口还是妄语念舌，恶口绮语，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
跟这些人往来，这就是跟魔王往来，跟魔鬼往来。所造的是生死业，以轮回心造生死业，后患无穷啊！大事哀鸣是希处，大事是称诸佛如来。华严经上称的大师毗卢遮那如来，一尊佛可以代表一切佛，佛佛道统。诸佛如来哀鸣六道十法界这些众生，六道众生有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生死苦都要受啊。六道以外四圣法界分断生死苦，他断了，他没有了，他有变异生死苦。诸佛如来因地上有大愿啊，像阿弥陀佛48愿，愿愿都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诸佛如来在因地上所发广大誓愿，无量无边，但是把它归纳起来，总而言之，不出四弘誓愿。阿弥陀佛48愿也不出这个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诸佛菩萨的总愿，也是诸佛菩萨的大菩提心。四弘誓愿就是大菩提心，究竟圆满的菩提心。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发心？就看我们的心行跟这个四弘誓愿相应不相应。佛以真诚清净平等觉普度法界一切众生，我们有没有这个愿心？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其实佛不度无缘只是在形式上说的，
而实际上呢，没有一个众生佛不度他，无缘也度啊。无缘怎么度呢？帮助他下种子啊，帮助他下佛种啊。怎样下佛种？我们造佛菩萨的形象，他看到这个形象，业力眼根永为道种。我们念佛菩萨的名号，他听进去了，业力耳根呢也永为道种。所以方便法门无量无边，让他在阿赖耶识里面落下佛法僧三宝的种子，出家人穿上这个衣服，具足这个形象，走到外面去，人家一看，这是和尚，这是佛教出家人，他心里头就下了种子。已经有佛种的人，帮助他增长啊，要教导他了。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有利根的人一接触三宝就生欢喜心，欢喜闻法，欢喜修行，中等根性的人接触到三宝也能生欢喜心，但是不愿意学习，必须要劝导他。下根人接触到三宝，不但不能生欢喜心，还要排斥。佛菩萨也不会遗弃他。为什么呢？是知道他时界因缘没到啊。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的，我们要明了啊。印光大师这大家知道，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等觉菩萨，可是他示现给我们的是像一个凡夫人一样，年轻的时候毁谤三宝，他读儒书啊，以儒家为正统，以佛道为偏邪，排斥佛法，这种人很多。
唐朝时候我们读古文，韩愈就排斥佛法，他有没有善根？有啊，时节因缘没成熟，到后来遇到大颠和尚，皈依三宝了，改过自新，这在中国，在印度也不例外。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记载许许多多过去修学其他宗教的，最初接触三宝，大力的毁谤排斥，到后来接受佛陀的教诲，知道自己错了，皈依三宝，认真修学，弘扬佛法。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天亲菩萨了不起的人，最初学小乘，执着小乘，毁谤大乘，后来他的哥哥教导他，他觉悟，他哥哥无著菩萨，他知道他毁谤大乘罪业很重啊，在佛菩萨面前求忏悔，用什么方法忏悔呢？他把舌头割下来，舌头造业嘛。他的哥哥就跟他说，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乘，你现在为什么不用舌头去赞叹大乘呢？这想想也没错，所以往后就赞叹大乘，为大乘造五百论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相同，唯有真正的善知识能观机，有善巧方便来诱导他，来成熟他，佛法的教学，他的枢纽，它的中心是破迷开悟。一个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劝他断卧修善，总带一些勉强，自己修学也很勉强，所谓是用理智来克服自己的情欲，修学过程当中感受到许多的困难，时时刻刻要控制自己，压抑自己，勉强的修学。可是觉悟之后呢？觉悟之后就自然，不是勉强的控制，觉悟之后自自然然，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悟得越高
愈深，你的断恶修善愈趋于自然。高度觉悟的人，断恶修善痕迹都找不到。与法印法性相应了，这一桩事情要不是诸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做得到啊。所以天王的名称无尽慧功德床，无尽的智慧才成就高贤的功德。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把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的忧患彻底解除了，圆满解除了。诸位要知道，这是佛陀的教育。唯有佛陀教育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世间六道里面一切众生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但六道众生不能解决，设法界的神仙也不能解决。唯有佛陀出世教导设法界的众生，使我们得到究竟圆满的解脱。所以唯有佛法教学第一真实。佛家讲功德，佛陀教育是设法界世出世间第一功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天王有智慧有能力，他才能够觉了。我们再看第四首，善化端王天王的报告，他的赞颂。佛如幻智无所爱，于三世法悉明达，普入众生心行中，此善化天之境界。善化天王得了知三世一切众生心，他从这个地方啊修行正果得道的，佛如幻智，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真心自信里面
本具的般若智慧。经文第一句是从自信本具智慧起的作用，作用我们叫全智，又叫厚德智。虽称作如幻，《金刚经》上讲，如梦幻泡影。因此，它没有障碍。如果要是有个实体，它就有障碍了。没有一个实体，一切诸法都没有实体，所以清凉讲这部经给我们介绍的四无碍，不但是理事无碍，实际上是事事无碍。佛以这四种无碍智慧，这个幻智就是指的理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于三世法显明达。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大乘经上设三世，决定包括十方；设十方，决定包括三世。设方三世，一切诸法明了通达。他为什么能明了通达呢？因为他有无如幻无碍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心行呢，恰恰与佛菩萨相反，我们呢坐实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他批评《金刚经》的新印书，这新印书算不错了。他是这个注解，不是很好的注子。原因在哪里呢？坐实。他坐实，这有几分呢？我们今天坐实，几乎是100%，所以智慧不开啊。什么叫坐实呢？把一切法都看作是真实的，不知道一切法是虚妄的，连我们身体也不是真实的，梦幻泡影啊！他坐实是什么？般若智慧是真实的，错了。般若智慧也是如幻，
只要有这一个念头在，就叫做事。你的智慧虽然开了，没有圆开，你只是局限的、局部的，不是圆满的智慧。而且什么呢？不是真实的智慧。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见解出不了十法界。十法界是个界限。你的智慧是相似界，不是分正界。所以般若最怕的是做事。可是我们很不容易脱离。如果我们说般若智慧是如幻的，你要执着一个如幻，还是作实了。要怎样才真正超越，避免这个过失呢？诸位自己去参啊。两边不住，中道也不存啊。两边不住了，这中道又执着一个中道，中道跟两边又对立了，中道也没有啊。这个没有跟有又成了对立了。所以你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言说的，全是相对的。怎样才能离开相对呢？相对的对面有个绝对，绝对跟相对还是对立的。所以佛最后没有办法了，只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假的呀！你要以为真的，你又作实了。从这个里面更进一步，才是真的言语道断，真的心行出灭。只要执着这个名相就坏了。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教人呢，立言说相。有没有言说？有。有言说而不执着言说，有言说而不分别言说。有名相而不执着不分别名相。有心缘也不执着不分别心缘，那是真智慧，那是无碍智慧啊。你才能够通达明了一切法。第三句是这一首偈关键的所在。菩萨修学成就就在这一句，普入众生心行中。诸位想想怎么普入呢？
只有一个办法，为人引熟，这才能普如啊。所以佛苦口叮咛啊，教导我们啊，受持读诵自度啊，受持读诵啊，是自己修行的。为人演说是化他，自行跟化他是一桩事情。只有受持读诵不肯为人演说，你只修了一半，你还缺一半，你成不了正果，你也开不了智慧，必须那一半跟这一半合起来。要知道，为人演说就是受持读诵，受持读诵就是为人演说，决定是一桩事情。入众生心行，众生见闻能其如，这是你教学成功了，你的教学达到圆满的成就。这不容易，我们今天叫初学，让初学的人对佛法生起信心，相信佛法好，相信佛法殊胜，相信佛法应当学。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相信之后帮助他深入解啊，更深入的明了啊，佛家的理论啊，方法，什么方法？做人的方法，生活的方法，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他明白了啊，境界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个境界就吉凶祸福啊，善恶报应啊，这个他明白了。明白之后，第三，要劝他去做啊，要行啊。啊，真正欢喜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放弃自己的成见，这个人在行，行佛法了。行了之后啊，他就能证了。证什么呢？把他所信所解的啊，所行的融合成一体了，那就是证啊，信解行证，证最可贵，证是超凡入圣。这四个合成一体了，再跟诸位说，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融合成一体了，圆证啊，究竟证，那就是佛华严了。佛华严确实一切一切一切皆一。
这叫深入众生心性中啊。此地用的普如，深是对一个人讲，普是对一切众生讲啊。那么由此可知，不分族类，不分人群，不分宗教信仰，普度众生啊。如果还要有鉴别，喜欢的人我帮助他，不喜欢的人暂时不要去理会，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菩提心，不是菩萨心。真正发菩提心修菩萨心的人，无论什么众生啊，看到畜生也会合掌给他做个三皈依啊。何况是不同族群的人啊，不同国家的人，不同信仰的人，都要平等的去普度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呢，才是菩萨心啊。那么度众生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里头第一条就是形象。与一切众生接触，要给他最好的第一个印象。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有没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那么什么是好形象？诚恳，不是装出来的。这个东西装样子做出来，人家一看就看穿了，假的，不是真的。啊，出自于真诚心。真诚的尊重，真诚的爱护。啊，真诚的帮助他，一丝毫的虚假都没有。出自于无私无条件的，你要能给对方有这个感受啊。真诚心能感动天地鬼神，能感动一切万物啊！古人所讲的精诚所著，金石为开啊，精诚所至所达到的啊，诚真诚到极处，经世未开，那我们要问，什么叫真诚？
一丝一个妄念都没有，这真诚心啊，真能感动人啊！你们看这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那个注解里头，古人注得好，讲到真诚，他举例子，画符。这个符画出来之后，符很灵，鬼神看到这个符，他就回避。这个符什么人都可以画，但是画符的时候真诚心。这个笔从下去之后，一道符画下来，一个念头都没有，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符就灵。如果你一面画符一面打妄想，这个符起来不灵。念咒也如此啊！这个咒念下来之后啊，没有一个妄念，这个咒灵。你们看到有很多人念大悲咒。用这个水做代表大悲咒加持这一杯水呀，这水就可以治病了。什么原因呢？他念这个大悲咒的时候，一个妄念没有。念一遍，念三遍，念七遍，念二十一遍，遍数越多，那个力量就越大。但是不可以有一个妄念，有一个妄念。这个大悲水不灵啊，跟普通水一样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你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名号，加持这些动物植物，它有感受。我们在平常要训练自己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一句佛号里头不会有杂念，但是十句百句里面呢，就有妄想了，就夹杂了，夹杂就没有效果。但是凡夫决定会夹杂，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就讲得好念佛念个三年五年了，一支香在大陆上是长香，一支香大约一个半小时念一个半小时，还有五六个妄想，印光大师说不错了，你功夫很好了。如果念到一支香一个半小时，念阿弥陀佛不起一个妄想，你的功夫是上乘的功夫我们做功夫要在这个地方用在这里下功夫研究教也如此心一定要清净，不但学佛如此，世间许多专业的人士，他们用心都是专注，专注就是三昧，专注就得定。许多科学家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全心投注，他那个也入定了。所以他才有发明，才有发现他要没有很深的定功，他发现不了我们今天讲学佛修定念佛人，比起科学家的时候，在这个功夫上差得很远他们有定，他们有慧
在佛家讲三昧。我们看西方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有很深的三昧功夫。他们吃东西，我能想象得到，他不知道味道。用什么？他想他研究的那些东西，试验的东西，吃饭不知道味道。你问他的话，有的时候颠三倒四。这所问所答非所问呢？为什么他专注了？他听你的时候，听到有声音没听清楚。他不是把他东西放下来来应酬你，不是啊，全心专注，终日专注，他才有发现，他才有发明啊。我们今天做功夫，连他们不如啊。我也常常提醒同学们，一切经典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你为什么见不到？你没有禅定的功夫，你没有般若智慧。换一句话说，你虽然在研究在学讲经，并没有真心全心全力投入。你要是真心全心全力投注，不需要很多时间呢，你会开悟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家晓得，他在华梅这八个月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五祖仁和尚衣钵就传给他了，他还没出家，还没剃头，还是个居士身份。什么原因呢？专注，没有别的，全心投入。我们今天障碍在哪呢？障碍是散乱心修修，无论干什么都是散乱心，所以不能成就。外缘太多了，让你身心不能安稳啊。诸位要晓得，大道啊，是戒定慧也。我们今天没有定，没有慧，戒也没有，每一天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与戒定慧完全相违背，怎么会有成就？戒广义的讲如法，我们不如法了。不如法怎么能得定？怎么能得清净心？没有清净心怎么能开智慧？要怎样才能如法？最简单的说，要随顺佛陀教诲，
以佛陀教诲为标准，谨守莫犯，这就如法。先决条件，参禅有参禅的方法，学教有学教的方法，念佛有念佛的方法，但是所有法门根本法基础是观经上讲的三福，三福是根本法，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根本法。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三佛的基础上。所以三福不修，无论修学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那是地基，基础你没有地基，没有地基只能盖个茅棚，搭个帐篷可以不要地基。盖什么样的房子都盖不成功。三福是地基，所以叫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我们不能很认真地做到。很自然地做到。我们想道业增长就难了，想开悟，想弃如法界就难了，所以他这个第三句普入众生心心中啊，佛与大菩萨们他们才能做到，我们虽然做不到，要总而言之，要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走，时时刻刻有帮助人学佛的这个心。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没有任何希求，无有希求就是清净心。不分别族类就是平等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定要学。以这样的心面对一切众生。时时刻刻不中断，所以念字在字，这是念佛。由这个心念，接触到四相，你一定就有行为，就会认真的去帮助他。没有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有善根的人帮助他增长，已经增长的人帮助他成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第五首。
总持大光明天王的赞颂。他得的是陀罗尼门光明，一持一切法无妄识。他从这点证果的。总持边际不可得，辩才大海也无尽，能转清净妙法轮，此是大光之解脱。总持大光明天王，总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抓总纲领，掌握到总原则。那么哪一个是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呢？给诸位说，处处都是，没有一法不是。就好像什么，好像是个圆球，圆球上任何一点都通到圆心呐。你掌握到之后，你就得到圆心了。得到圆心，就得到一切，全都得到了。我们今天在圆周上，所以你要抓住一点，这个就常讲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行了。所以总持不是专讲一个法门，佛法里面讲仪，也是任仪，不是专仪。专仪你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任何一法，你只要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有不成就的。那么通常我们讲总持呢，应付娑婆世界现前这些众生，这众生根性都介绍他念佛法门，这个不是我说的，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有最圆满的理论，最究竟的理论，有最精密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入法界品呢，是表演给我们看，把这个方法理论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以善财童子53位善知识做代表啊，表演给我们看。53位善知识所修的法门不一样，个个不相同。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你看介绍的念佛法门，以念佛为开端呐，这个意思就很深了。换句话，专门为我们娑婆世界，尤其是末法众生来说的。叫我们抓住这个法门，以这个法门做大总持法门。
你就专修这个法门。下面讲，辩才大海也无尽，你能不能得四无碍辩才呢？能，任何一门通了都能。所谓是一精通，一切精通。一法门入了，一切法门都入了。就怕你一精不通啊！通到什么地方呢？通到自信。不是说这本书念得滚瓜烂熟，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那不叫通啊！通是要通到自信的。哪一法都能够明心见性，见性就叫通了。怎么呢？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性就是性识啊。达到性识，那还哪一法不通呢？法法皆通了吧。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门深入。所以这持名号，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自己的见思烦恼念掉了。我们再说浅一点，是非人我念掉了，自私自利念掉了，贪嗔痴慢念掉了，杀盗淫妄念掉了，这个念佛才叫功夫啊！然后更进一步，见思烦恼念掉了，六道就没有了；尘沙烦恼念掉了，十法界没有了；无明也念掉了。一真法界41个阶级也没有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他怎么不成就无碍辩才呢？所以佛法每一个法都是宗持法门，宗持并不止一个。宗门里面开悟的大德常讲，悟了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这个话很有味道。为我们印证《金刚经》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么由此可知，抓总纲领，掌握总原则，都是在自己一心一念。然后才有能力弘法利生，教化众生。所以第三句，能转清净妙法轮，这你有能力了。清净妙法就是佛法。
啊，何以说说他清净？佛法里头决定没有丝毫的污染，啊，什么是污染呢？起心动念就污染了。这个理要清楚啊。世间人起心动念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是最严重的污染啊！所以佛讲啊，这个污染无着卧室啊，最严重的污染啊。这个东西立掉之后是稍微清净的，还不是真清净。啊，你起心动念跟诸佛菩萨教诲相应，还是污染？它是轻度的污染。啊，我们现在从严重的污染提升到轻度啊，慢慢提升呐。啊，像在六道啊，我们摆脱六道到十法，到这个四圣法界啊，声闻啊，缘觉菩萨啊，全教菩萨，他还是污染呐。啊，他比我们轻啊，我们比他重啊，还要往上提升。啊，那真正的清净，一真法界才是真正清净，无佛无众生啊，啊，完全随顺自己的发心了，不是随顺诸佛如来的教诲了，啊，随顺自信。随顺性德了，那叫真清净。啊，佛法能够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证得一真法界，这叫妙法了。啊，世间所有之法决定不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那个法就不妙了。啊，世间法，世间圣贤能帮助你脱离三恶道，能帮助你得人天福报，啊，但是没有办法脱离六道，所以那个法不妙。佛法之高妙，就是能够帮助你脱离轮回，脱离三界，更妙的能帮助你脱离十法界，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在一切法里头，最直接的、最稳当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最靠得住的，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把念佛法门呢，作为总持、大总持法门，这个道理在此地啊。啊，隋唐大德们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实在讲，那些人在我心目当中看到的，那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决定不是凡夫啊！因为我们在佛陀遗教遗留下经典这个地方，这么多，看到佛常常讲总持法门，
我们总是想抓到，究竟哪一个不晓得。啊，所以心里面没有智慧，没有主宰。啊，今天听人说这个法门好，明天听那个好，到底哪个好？啊，到最后算了，不学了，不知道哪个好。啊，所以这一些佛菩萨来给我们做实现的，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做一个总检讨，啊，哪个第一殊胜呢？这大家承认华严第一殊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一切经里面，大总持法门就是华严经。啊，那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那无量寿经比华严更好。啊，为什么呢？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吧。华严所归呀，是极乐世界。啊，这把华严比下去了。那么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采用的本子，啊，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夏老，佛菩萨才来的，不是凡人的。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帮助我们末法时期这还有9000年呢，这些众生呢，平等得度。啊，所以将5种云一本做一个集大成的工作，啊，让我们有所皈依。这个本子里面分48品，哪一品第一？我们找第一了，找总持。啊，这也是大家公认的48愿第一。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那么48愿，这48愿的哪一愿第一呢？古大德也公认第18愿第一。18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宏拓出至持名号，啊，名号就是阿弥陀佛4个字。所以阿弥陀佛4个字是佛法的真正大宗持法门。啊，48遍就是这个名号的注解。啊，无量寿经就是48愿的注解。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整部的大藏经就是华严经的注解，啊，古大德是绕这么大的圈子让我们肯定深信不疑，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加上南无，啊，南无是恭敬，是皈依的意思，不是名号。名号只有4个字。啊，所以6字宏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大宗持法门。总持大光明天王，他从这地方解脱的，他从这个地方修行正果的。
我们听了之后，读到之后，应该知道怎样去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